有秩序安全的功效，对神经衰弱导致的易醒、难入睡等现象有很好的防御作用。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？拍肘关节，常拍肘关节，对失眠、心烦、心悸、心脏疾患有很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。运动带脉有疏通手腕原穴和带脉血的功效。减肥出面，降低食欲的功效。我们要唱就要唱得最痛快，美食三阴补三阳经，能很好的预防和治疗消化补充经济优待食的好问题，同时可调节阴阳平衡。摇臂转肩，有效预防肩周疼痛问题。就不如一夜春风起来，满月桃花开。我得独自去采，我得独自去摘。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，一排一排排。抖擞蹬足，俗话说一天抖三抖，活到九十九。常做这个动作，可增强体质，抵抗衰老，延年益寿。手心、肩、手背，有筋有张，六节反射。